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接着看这段文字啊。这是第八个例子，嘉兴图康喜宫，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寻住囚情状。得无故者若干人，公无自以为公，密诉其事以百堂官。后招审，堂官这其语以训助囚，无不服者，设冤狱十余人，一时连下咸松上书之名。我们看这一段，嘉兴也在浙江省，从了凡居士所举的这些例子，大多数都是浙江这个地区一些掌故啊。由此可知，举比喻这个原则一定呢，要是在最近的地方提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有公信力。而在时代呢，是越接近越好啊。图康喜他在刑部里面做官啊，这个主事是当时的这个官职的职称。他有一次晚上在监狱里面，睡在监狱里面，跟囚犯们在一起啊，细细的去打听这些囚犯的情状，于是乎知道囚犯当中有不少人是冤枉的啊，被人诬告的啊。涂先生他并不自以为公，他把这些情形秘密的写在纸上，送给他的堂官，堂官是他的上司啊，也就是刑部尚书啊。这刑部的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后招审啊，过几天再重新审问这些囚犯啊。这个堂官呢，这路图康喜宫一些案情啊，来讯问呢这些囚犯，囚犯呢没有不服的。啊，那么这样呢，开始是冤枉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啊，一时就当时这个事情传出去了，年是皇帝坐的车子，年下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的首都京城啊，皇帝所在之处啊，是年下咸松尚书之名啊，大家都对于刑部尚书的公正廉明无不加以赞叹啊。涂先生又想到一桩事情，
下面说屠夫秉月，功夫秉月，年谷之下了，上都渊明啊，说四海之广，照明之众啊，其无妄者，以五年差役减刑官，获食而平反之。这是他上的建议，给这个尚书的建议。他是在京师京城这么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冤枉的人。那京城以外，在全国里面，民众多了，哪里没有冤枉的呢？想必冤枉人很多啊，一是应该五年派一位减刑官对于这些案件呢重新来核实平反，这是好事情尚书为奏他的长官这个刑部尚书同意他这个意见，把这个意见呢奏给皇帝永其意，皇帝同意，使公仪差监刑之力屠康喜公也被派遣为监刑官之一这个是平反呢许许多多冤枉的人。他说孟一审告之曰：“如命无子，今减刑之意，甚合天性。”这是感应自己能够修德积善，上合天性上帝无不爱护一切众生，所谓是上天有好生之德，你的做法，你的建议非常与天心相应所以你命中没有儿子，现在上帝赐汝三子这个他并没有求儿子没有求儿子得到这个感应，是借一子妖精世袭夫人有身，后生应云应坤应俊皆显冠这是善因善果这个文里面一子妖精这是讲穿子的官服这个系这个金的腰带，这个是高官我们知道古时候的礼服，皇族穿的是黄色的龙袍那只限于皇族。文武百官这个文官里面，这个紫袍是爵位最高的大概都是这个尚书以上的部长以上的这个官服才是紫色的这是一个例子下面呢第九个例子是包品这个人呢资助修缮寺庙也得的感应家兴包品字姓之，其父为池阳太守，生七子，平最少，坠平湖原氏，与吴父往来甚厚，博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世之学。我们看这一段
嘉兴人报品。他这里连他的字姓支都写出来了。由此可知，包平跟了凡先生相当熟悉。他是包平的父亲做过池州太守。太守比知县呢高一级，跟这个知府是同等的官。池州是在安徽贵池县。他生了七个儿子，包平最小，大概他是儿女多啊，所以这个小孩呢就入赘平湖袁氏，跟袁了凡呢是一家人了。入赘他们家，与吴父往来甚厚。了凡先生的父亲跟包平呢常常往来，这是好朋友的一个关系。这个人博学高才，但是累举不第，每一次去考试都没有考取，这不没考取。于是留行二世之学，这个二世就是佛跟道，他就学佛就学道去了。一日东游某湖，偶至一村寺中，见观音像灵力漏力，即解脱中得十斤，受主僧另修物语，僧告以功大银少不能俊寺，复取松布四匹，剪切中衣，其剑于之内，主折系心志，其破情已之。平曰：但得圣相无雅，吾虽怒成和尚。我们看这一段。有一天他出外面去游玩，游某湖，那么偶然在一个村庄一个寺院里面看到观音像，大概这个时候下雨，寺庙里面房屋漏雨，观音菩萨的像被这个雾漏淋湿了，他看到很难过，就劫囊中，这囊是钱包把钱包打开看看里面还有十两银子，这个十斤呢就是有十两银子，通通拿出来了，交给寺院里面这出家人，请他把这个房屋修好，菩萨不要淋到这个雨漏。这个出家人告诉他，他这个修屋顶这个工程很大，十两银子太少了，恐怕没有办法完工。于是他又带着他这个随从这个仆人随从也带着一些旅游嘛，总带了一些行囊带了一些衣服那么这里面有四匹松布这箱子里面接这个打开来看看呢，还有七件衣服这个衣服都是新的衣服，没有穿过的里面有一些比较贵重的这个注折是麻的麻质的衣服折是夹衣，有单衣有夹衣，都是这个新制的。那么他的仆人呢
就说算了吧，何必啊？这个要捐献这么多啊？包平就说了，只要肾相无恙啊，能把这个屋顶修好啊，观音菩萨像不要再淋到雨。他说我纵然是赤身露体也无所谓，这是一片真诚啊。身垂泪月，舍隐皆不易，又非难事，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啊？出家人听到他这个谈话非常感动啊，他说布施银两以及这些衣服布，这个不是难事，这一点真心呢太难了。后供完，拉老父同友续四种供梦切兰来谢曰：“孺子当享世禄矣。”后子变生圣方，借登地做闲观。宝瓶啊，等待这个庙里头屋顶修好了啊，就拉着他父亲一起去看啊，去到这个晚上也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啊。宝瓶晚上梦到伽蓝神，前是护法神啊，护法神呢来感谢他啊，他说你的儿子啊会享世禄了啊，得到福报了。果然以后他的儿子变，他的孙子圣方都登地啊，这个登地啊是指中进士的学位啊，做显官，这是子孙贵贤之宝。那么这是修善寺院道场造佛像的功德很大。佛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造像功德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造这个大的佛像啊，中国现在兴起了，外国也有啊。我在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他们去年就造了一尊30多公尺的高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列像啊。那么我们要问，这造像啊到底有没有功德呢？看到包平这个故事啊，就晓得造像确确实实有功德啊。但是功德必须要具足条件，如果只造佛菩萨形象没有弘法利身，一般人看到佛像啊认为是迷信。这个像造在那里不但呢没有利益，反而让许多众生造罪业，这就错了啊。所以弘法利身非常重要，一个道场一定要讲经，一定要修行，所谓是皆门行门，皆心相应的，这个重要啊。皆门里面中国的宗派很多啊，属于哪一个宗派的道场，一定啊要依据这个宗派的经典来修学啊。这些经典要读诵，要研究，
啊，要讲解透彻，落实到自己生活上，这才具足了功德。啊，这个佛像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表法的意思。啊，佛家用这种方式，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一般群众见到观世音菩萨像，就知道我要发慈悲心，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像的功德就大了。如果不晓得这个道理，把佛像当作神明来看待，到那里去烧香膜拜啊，求福求寿求儿女求升官发财，那叫迷信，那就错了。我说到此地，同学们应该能体会得到了。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要怎样学佛，怎样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行门里面也各个不相同啊，像天台他修止观啊，禅宗里面他参话头或是用观心啊，密宗里面用持咒啊，我们净土宗里面用持名念佛，玄定一门呢，功夫不能间断呐，啊，都能够得到清净心，都能够成就戒定慧。这个是道场啊真实的功德利益。再看下面呢第十个例子啊，知力知福啊，这也是浙江嘉善人啊，他姓知，单名叫力。那么他的父亲为刑房吏啊，在衙门里面啊管刑事案件的，他有求无故献重辟啊，他知道有个囚犯确实是冤枉，被判了重刑啊，可能是判了死刑。义爱之，他的心里明了，非常同情他，欲求其身啊，他帮助他啊，脱他的罪。这个囚犯呢，知道这个知力的父亲呢这一番好意，来替他辩护，是求与其契约，知公加义，愧无以报，明日言之下乡，说如以身似之，彼或肯用义，则我可生也。啊，囚犯跟他妻子商量，啊，他知公有意思帮助我，来脱离我的这个刑责。他说我很惭愧呀，无以报答，
啊，这是救命之恩。他说明天呢，你可以请他下乡，啊，大概他们是乡下人，啊，而且跟他商量，啊，要他以身饲之。他说或者，职工啊会更用心，啊，这样子我可以能够生还了。其妻弃儿听命，啊，这个太太也非常贤良，啊，果然就照这样做了。说皆知其自出劝酒，居告以复议，之不听，作为尽力平反之。那么这个囚犯的太太，啊，自己出来劝酒，把她丈夫的意思告诉职工。职工听了之后不接受，啊，所以不接受了，还是全心全力把他这个案子平反过来了，啊，求出狱，夫妻登门叩谢。公如此厚德了，万事所惜呀，啊，这个是很难的一桩事情。他能做到啊，大公无私啊，用真诚心呢来平反冤狱啊。这个囚犯的夫妇来叩谢的时候，他说：“你今天没有儿子啊，这么大年岁还没有儿子，吾有弱女，宋为冀州妾，此则礼之可通者。”他说我有个女儿，啊，女儿也长大了，啊，他说我送给先生呢去做妾，啊，希望呢将来给你生几个儿子，这个在礼上呢是能讲得通的。啊，知为背礼而纳之，啊，这个知先生同意，啊，接受了。啊，以后就生烈，啊，这是知烈父亲呢做这样的善事，啊，若观众魁，观之寒林恐怖，啊，烈生高，高生禄，皆共为学博，禄生大人等地。后世的子孙逐渐逐渐的发达了，啊，这个知利若观众魁，啊，这是20岁呀，这就是考中了进士了，啊，官做到翰林孔目，啊，翰林院的书记官。知立身高，啊，这是知先生的孙子了。高身禄，啊，这是几代了？你看看这几代，皆共为学博，啊，这个学位呀，前面讲过，共生，啊，学博是州县学校里面的教官。禄升大伦登第，这是成进士啊，中了进士，都有这许多显著的果报。地区大概都是在浙江嘉兴这个不远的地方。由此可知，了凡先生当时提出这些人呢，大家都知道。都很熟悉，啊，足以为证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啊。后面的文字是总结，凡此10条，所行不同，
同归于善而已，都是做好事。啊，我们读了之后，想一想，都是利益别人的事情。全心全力利益别人，利益社会，啊，利益国家。今天我们的心量更要拓开，念念要想到利益全世界。我们哪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利益全世界呢？纵然是小小的善事，我们有一个愿望，希望跟全世界的人做一个好样子，这就是利益世界。事无论大小啊，但看你用心呐。所以谚语常说，量大福大了。如果我们心量大，一点点小善都变成无量无边的善德。如果心量小，做的善事再多，福报也不太大。由此可知，心转境界是真的。下面了凡先生进一步的在教训他的儿子，告诉他什么是善，这很重要啊！必须有能力辨别。请看原文：若夫今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这一口气说了八对呀！戒当身变呢，都应当辨别，应当清楚。为善而不穷理呀，在自为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现在这个世间有许多人都在修善，佛门里面人更多，学佛多年，行善多年，没有好的果报，于是怀疑了佛法不灵啊！转过头来去学其他的法门，学其他的宗教了。那你就能够得到好的果报呢？未必呀。为什么会有这么情况发生呢？就是对于这个善呢，到底是真是假？是邪是正，是偏是圆，不知道啊。自以为是善，经过这些有智慧德行的人跟我们一分析，原来是罪业。我们要想修善积德，首先得把这些事情搞清楚。那么现在我们一桩一桩的来研究。它底下第一段真假，何为真假呢？这个必须要辨别。他举例子说，现有儒生书辈，儒生是念书的学生，一中风和尚，中风和尚
元朝时候人，这是一代高僧呐。他的著书很多，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有时候也不免随俗做这个超度的法会，我们的超度跟一般寺院做的不一样，我们只采取一个方法，多半呢是在佛期圆满之后的一天，我们做一堂三时系念的佛事，三时系念这个佛事的仪规就是中峰和尚做的，他的作品，这个佛事名扬两利呀，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在外国普遍的宣扬，所以净宗同修对中峰和尚不会生疏。问于这时有一些念书人向中峰和尚请教，他说佛事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的这佛家跟道家都常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他说今某人善而子孙不信，某人恶而家道隆盛，佛说无极矣那佛这个说法靠不住为什么看到这个人做善他的子孙不发达，这个人做恶他的家道非常兴隆。现前社会上这些事情有啊，我们不但听说过，我们也亲眼见过。你看中峰和尚怎么给他解释呢？中峰云：“凡情未剃，正言未开，任善为恶，执恶为善呢，往往有之啊！不罕极致是非颠倒。”而凡怨天之报应有差乎？中峰禅师这个话说得非常之深，一般人不懂我们是凡夫凡夫这种情染没有洗涤干净，我们的法眼慧眼没有开所以常常把事情看错了，看颠倒了，把善看作恶，把恶看作善有这个事吗？真有了所以你不感到自己的是非颠倒，你反而去责怪天地报应不公平，你是罪上加罪众曰这些们学生们讲善恶何至相反呢？我们为什么把善恶看颠倒了呢？中峰令世言其状老和尚有智慧，老和尚有教学的手段不必解释叫他们自己说一说，你们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讲给我听听一人为利人，偶人是恶，敬人利人是善
啊，有个学生就讲了，骂人打人，这是恶啊，恭敬人啊，礼敬人，这是善呐。中风云未必然也。啊，你说的话未必。啊，又有一个学生说，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中风云未必然也。众人列言其状啊，许多学生个人说个人对这个善恶的看法，中风禅师全不同意。可见的这些年轻人知识浅薄啊，看问题只看表面，没有深究啊，往往把问题看错了。啊，中风禅师把他们的看法否定了，这些学生就向中风禅师请教。啊，那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中风告知曰：有业于人是善，有业于己是恶。这把善恶的标准定出来了。你起心动念、言语作为，是利益别人的，是利益社会的，是利益大众的，这是善。如果是自私自利的，那是恶。啊，有业于人呢，则偶人利人皆善也。啊，你对这个人有利益，你打他骂他，善呐。父母教训儿女，有时候打，有时候骂了，为什么呢？为小孩好啊，那不是恶，那是善啊。学生不守规矩，老师处罚他，在过去有体罚，现在学校好像没有了，我念书的时候受过体罚了，老师打手心罚跪，我们都遇到过。这不是恶，这是善呐。说有业于己，则敬人利人皆恶也。如果是为了自私自利，恭敬人、礼敬人，那什么？那是巴结。那是恶，那不是善呐。这是中风禅师教导这一班年轻人呐。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恭，恭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这个真善假善一定要搞清楚啊。决定没有私心，决定没有自利，起心动念、言语作为，都是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啊。今天讲是利益世界啊，是利人，这大公无私啊，那公是真的，这个善是真的啊。利己，那你是私心。私心，这个善是假的，不是真的。又根性者真，细迹者假。这再进一步说，如果发心，你这个发心是从你真心里面发出来，利益大众的，这是真的。
如果看到别人做，我们也去模仿，谢济是模仿，这是假的，不是从你真心里头生出来的呀。为善呢，最重要的是真心呢。我们前面读的十个例子，这十个人修善，后面都有好的果报。什么原因？真心啊，只知道帮助别人，绝不求一点自私自利。啊，真假要从这里辨别。又无为而为者真，又为而为者假，皆当自考啊！啊，自己要细心去考察了。啊，我们无为而为，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善事。不露痕迹，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你做的这个善事是，这是真的啊，这叫因德啊。如果是有为而为，你是有企图，是有目的，你才做这一桩善事，这个善事是假的。这些地方都要自己认真好好的去审查。第二呢，讲端取啊，何谓端取呢？了凡先生说，今人见景愿之事，类称为善而取之。圣人在领取狂捐至于景愿之事，虽一向皆好，而彼以为德之贼，是世人之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推此一段，种种取舍，无有不谬啊！啊，这一段说什么叫端，什么叫取？啊，现在的人看到谨慎啊，这个不取将的人，都称他这是善人。啊，社会上都很尊重他。啊，可是古时候的圣贤，他宁愿欣赏这个人呢有志气，肯进取，啊，或者是安分守己、不肯乱来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他才有胆识啊！啊，他才真正能够为群众服务啊，为国家担当大任啊！如果这个乡里的人虽然很谨慎啊，虽然是个好人，个性非常柔弱。随波逐流，没有志气，没有担当，这样的人啊，夫子称为乡愿呐，亦为德之贼呀，啊，德之贼，他不是一个好榜样，啊，人人都学他，那就坏了。所以，世间人对于善人恶人的标准，跟圣人恰恰相反啊，说推此一端呢，种种取舍，无有不谬啊。
啊，谬失错误。啊，那么圣人怎么样去学？圣人是个明白人，有学问、有德行、有经验的人。他们能够辨别善人、恶人。啊，底下几句话说得好：天地鬼神，之佛善祸因。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同取舍。啊，这是讲到天地鬼神呢，他们的见解跟圣贤人呢相同，与世俗人的这个看法确确实实不一样。啊，鬼神如何福善祸因？前面举的这些例子，我们都能够观察得到啊。那我们要问，鬼神是不是有权啊，来将这个祸福降临于人呢？没有。这个要懂得，鬼神并没有权。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人，哎，有人行了善事，有人做了恶事，啊，这个执法的人员，那些刑警，啊，来加刑罚给你，是不是他有权加呢？不是，是因为你犯了罪呀，他才拿手镣脚铐来铐你呀。你不犯罪，他不敢侵犯你啊。天地鬼神呢，就像刑警一样。啊，是因为你自己造作的善与不善，啊，所以他来嘉奖你，啊，他来惩罚你，这个奖励惩罚都是自作自受，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